了对，无紧啦，一个。我你有两袋。可能我有两袋。对啊。好。啊，讲你是什么？越南的年轻人。嗯。安尼来，你要食啥？这我敢有食。我是食。我感觉最近鸡肉饭也袂歹食。啊，遐有位，我先来坐。来这边。先来这边。我们坐这边呢。你在这边坐。啊，我来点干么？一个鸡肉饭，啊，然后一支烟肠，啊，搁荷包蛋，啊，搁来点烧。反正我点啥你食啥，食啥，来坐好，好，来拢全去点了哦。头，你这是写单还是落？写单。啊，单伫底啊？你顶过来就写单。哦，我知。欸，你还搁会记我？因阮做直播来咧食物件啦。好。啊，迄边桌顶有啦吼。你眼睛。好。伫我的眼睛。好，来哦，请我你看下，这个烟肠好吃啊，烟肠、荷包蛋，安尼，还个卤蛋，好。啊行，一头这黑林，这是到底要哪点嘛？黑林沙拉，你看菜。哦，这是黑林沙拉哟。黑林沙拉，哎，我讲点黑林沙拉好哦。我袂当食。你袂当食个啊？袂当食个啊？半熟蛋你敢敢食？啊，这几道有啦吼，有，五桌，桌号五桌，对，好来开始。深夜是健身杀手，没错了，宵夜啊，我多问我今日无啥食，你敢换呢？这样换呢？鸡卤饭，我鸡肉饭，我较爱食鸡肉饭。啊，你无？鸡肉饭，安尼安尼嘛。对。好啊，香肠嘞。我们家，我们家香肠，食香肠敢好？嗯。阿哥，你有要听无？不能不听。哦，对啊，阿哥来。做啥？我。你不要吃半熟蛋。半熟蛋，你都。荷包蛋啊？你不要吃荷包蛋吗？你袂当吃吗？啊，我一条片，我食啊济啊。哦，虾仁沙拉啦，是这一份啦，食看卖啦。好，一个青菜哦、喔，好来，这有什么小青菜？空心菜，空心菜，你要食哦，食两份哦，你无咧食菜吗？好 ，OK。好，白同学要去那个。吃啊，这吃了较好嘛吼，好，好，啊，我们就直接直播一直吃就好了啦，不关播了，哦，直接吃就好了，是吗？安尼较好耍，无你去关播嘛，咱搞你差30块，拜托，哎，开那个多好呢，因为我能再找只啊。开一只都会使，迄地瓜我无啥敢食啊。即我买啊，即迄宵夜我才食出来个，我见吼，那我先来啃好势。即菜一只倒来，对个，新来个，即条菜，新鲜炸出来。对对对对对，让他赞跟白龙学一起不会吃肉，吃香又喝辣。宵夜我后来再把它剪辑出来的，来。老杨嘛，无该食地瓜，因为我地瓜会食得小小。你煮起只要吃三分钟。我看我真久无食宵夜啊！目前即摆有较早过，我爽。我是我那有较早，即摆要较养生啊。
后台那个之前有同学工哦，我们就吃那个鸡排那一些的啊，弄微波呀，那含量真够高，因为别保存，真正有差，哎，那含量属于广东的。新竹的打米糕三五四十五，啊，加伊收入嘛低啊，就大概这样。来，阿红，水饺换，水饺换，明仔载我要来找我，明仔载换，哎，换，迄个啥，水饺要来做，你今仔捏个头，你做，明仔载啊，水饺换，你明天那台 K 八顺便来改室内灯，要不要？顺便，顺便，你那台 K 八明天直接改室内灯。因为我刚才上我十二倍的专播车种全部要把它排出来，十颗全部要送给铁粉送出去。OK， 是。OT KO 同学说没有陪美妈子，我讲我今天无倒对，想了。真久呢，我都真枵。是哦，嘉义薪水比高雄高啊，嘛唔知影呢。那本社啊，资金膨起来啊。啊，厉害！来了，来了。要不要上台吗？好，谢谢。来做一间搞。我这个空心菜，好来，来列兵，我来运镜子。来，我们吃的东西先让你们看一下。虾仁沙拉，啊，这几块我唔知啦，伊无写啦。鸡肉饭，鸡肉饭，啊，这香肠，啊，然后这个是，这是什么？都一般的这种荷包蛋啦、啊，袂歹哦。嗯，来，你先开始吃，我咧翕我，你莫插潲啊。好来，啊，差到低价较悬啦，安尼啦，安尼较悬啦，新来啊，现在是不是刚刚好？嗯，这个你的130。我足惊手机啊无电，你靠后壁，安尼好，安尼使，啊我搁较好调一下好啊，换姿势，啊我带靠后壁，来开始啊、哦，好谢谢，这是空心菜，空心菜，这算是生日清粥小菜，我足讨厌食饭的啦，你食过好，咪安尼。来，先吃烟肠啊！你烟肠应该提蒜头啊，对唔？我问一下，鸡肉饭安尼白苍苍，敢无食？哦，好吃！要配，我刚才讲明也没专心，配这个红红泡面吗？差不多啊，无这句话，你另外来吃蒜头，你可以吃蒜头啊。哦，然后我上用当机耶，我都用当机来，然后这个你先硬呀，你先硬，来 ，OK 哦，来拿拿去呀、啊，你吃你得先杀呀。你承认我等下爱直播，我来讲这个呀。好 ，OK。好，白龙水要开始吃了哦。先吃伊迄种
这是什么沙拉？这个配鸡啊，好吃的很厉害。哎，好吃哎，好吃。你可能没当吃呀？对的，外面。哦，我觉得它这个虾仁很清。杨香香，我来讲，躲猫猫玩躲猪猪被发现，你就要卡位，你知道不然还说，哎，不要，你就靠别人，对不对？我当然要解释。你搁要点影？他点影？点。我看你食量吃袂济。安尼我要处理啊！处理的，吃下去。哥哥。好吃。哎，我这边哎，阿菜，你不是吃菜？你也什么都没得吃啊？啊，是嘛？你没得吃菜？没有呀。啊，我另外一半啦。哦，我讲真诶，这间真正无食，这间会使。迄头家阁会比我啦。他这个哦，鸡肉饭，很少在吃上。伊这鸡肉饭看起来白白哦，你会感觉哪无啥好食，但是食还是好食。我顶摆是哪点着鸡肉饭？然后荷包蛋，他哪一行荷包蛋，他就是用这个酱。你会看福州中你的那个食量真的很小，很小，食量很小，差不多。这样子啊？然后不是啊，我们刚点的。那个。家人也非常好吃。这把吃一只，不行。哎，这虾仁那是大，那是大粒的，很大只呢。哦，我刚来吃吃蛋，你不爱不吃的。啊，你阿巴肚袂枵？我唔同食啊。你哪奇怪？蒜头就是要配香肠，然后宵夜不要吃太快。还要配蔬菜。我食物件都袂关心咩？我记这间是袂晓煮汤的，小港学来啊，啊！我整个面个家店呢。就专心吃吃。
你叫为什么这两只船这样子做呢？他主人的。没吃过。大蛋蛋，那你比也把炸大啊？还日全食的啊？日全食。对，你挖路讲的都都蛮有道理的，要尊重人家，我所以就赶快绕跑。但是中间哦，你这黑暗你要做起来，里面不得欠吃啊，里面。然后刚刚一个这虾仁哦，我是觉得应该不用沙拉再吃，应该就很好吃了。我改刚才。虾仁做大只，伊只虾仁只做大只啊！这连江虾仁那个，这虾仁那个叫十盘，一个叫十盘，伊里面去食海产啊，对吧？伊只虾木苗讲虾虾仁，伊无虾虾仁当虾味，像饭。这虾仁沙拉好食。这个虾仁沙拉就两百，我来听下倒来，应该还好。另外，食个沙拉，食个白白，食个小。我昨晚胡多通，无咧食虾，我都要吞掉。不能吃啊！我唔知这几颗蛋这个门口。这间我之前点是不熟，但是现在这虾仁我不知道是几块。哎，头我问一下，这我唔好问我走呢。头在问。你唔懵懵呢？无聊诶，听到。门口无大钱安怎？这间哦，这间我较早在电脑公司上班，我就来这边吃过，好吃啊！迄内行很强，拢是无咧做。最后一只。这虾囡仔幼个，幼个破骨，行，这个虾根要拉出来。虾筋无，哎，这个短杆这个料才算重起来啊，对啊，比较大些啊。袂断呢，爱食个筋，
你这种凤梨只要做来这无无凤，但我袂介食凤梨。哦，我这些人都讲。然后这个饭配合这个，因为它七八分熟蛋，吃起来很爽口，但是我两个较无介完全无食，它稍微滑滑就觉得还 OK。这头啊，绿罩湿纸巾啊，绑鞋带，我好几回就离开你们了。我冇认真讲过。小水，没啦，你饮水只听做营养，真的啦，为了健康你家饮不了。结账了，宵夜时间结束，尿袋裸啊，尿袋搬掉啊。走了走了，上班了上班了。什么小老二来？啊，你不爱啉吗？我等下要啉，我要干。来开始要看偌济哦。哎呀，第五道几块？250。啊，你讲比较红。你讲面前那好虾，你多忘了。那个虾仁100。那个可以点 ，CP 值很高。OK， 好讲，好讲。好了，走，继续到下个那个行程结论路。可以升爽了哦，升爽了，走。别晒了。你不要笑我贵。这样，我晒得好啊。哎，你还够上呢？我看黑人一把火，真好吃。笑啊！那个虾仁吼很 Q 啊，对啦吼，找我爸好，找我爸好，辛苦来，这个就是我们嘉义这边。哦，你有够钱没？哦，这间是阿信对啦。哦。